解放軍駐港部隊近日進行海陸空三軍聯合巡邏。解放軍駐港部隊發放片段，話陸軍機動梯隊近日行駛至昂船洲大橋，空軍兩架直升機出動，配合展開陸空聯合巡邏。海上聯合指揮部指揮對在香港海域的模擬可疑船隻進行臨時搜捕。兩隊特戰小隊乘坐艦艇，在直升機的引導之下，去到任務區域實施海上追逃、攔截查證。今次是部隊今個年度第三季度的聯合巡邏。